大家好，今天继续回答这个粉丝老爷的问题啊。一个哥们儿给我私信，那个就是问这个，目前世界上是不是再怎么杂交育种，也无法培育出超越马犬、登德的品种？也就是说，马犬和登德是不是已经达到军警犬功能的极限？好，就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来聊一下，我谈一下我的看法。在我心里啊。登德跟马犬相比，还是差一段距离的。这个我们要单独做一期视频说。那么我就首先以马犬来阐述一下我个人的观点。这样说出来，那个可能会有很多人喷，但是我一家之言，既然问，我还是要说的啊。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啊，你可以考虑一，可以参考一个什么？一个马犬的崛起之路。你要知道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。马犬是几乎灭绝的一个状态，然后到了八十年代开始，马犬是全面反超德牧。到了今天，马犬已经遍地开花，德牧已经节节败退了。那个这期间，我们要一定要骑到，三个狗，这三个狗是爷仨，他们是把马犬这个一下子提升起来了。那个爹是卡图士。卡图士繁殖了两个儿子，现在今天我们这个熟知的就是 VGO 跟比伯。非常有意思的是啊，当时是比伯获得了当时的一个冠军头衔，大家都去找他配种。哎，我个人的解读啊，可能是当时觉得大家都去找比伯，或者说是不是配种费有点高啊，或者怎么着的，有些人就转而求其次，去用了比伯同父异母的兄弟 VGO 去配种。后来发现 VGO 繁殖的狗甚至比伯的还要好，那么就今天而言，VGO 的名声是大于比伯的，但是 VGO 没有任何头衔，没有任何赏励，比伯是有冠军头衔的啊。那么这三个狗，这爷仨对世界马犬影响有多深呢？我就可以这么说，你现在任何一头马犬，追根溯源，追到80年代。都有 VGO 跟比伯，也就是卡图奇的血系，都有他俩，都有他们爷仨的这个血。当时公安部引进的这些狗，我所能找到的资料了，只有一个狗没有他们的血，就是谁？奈克斯，也就是我那已经离世的老警犬利加梅的爷爷，也就是奈克斯没有他们爷仨的这个血。那么从这方面，你可以看得出啊。一个犬种想要崛起，首先必须得有一个什么条件？除了王大狗，哎，除了性能特别优异的狗，不光它们优异，它们可以把它这个优秀的性能遗传下来。哎，我个人解读啊，卡图士这爷仨直接造成了马犬的一个崛起。然后我很早写过一篇文章啊，就是这个从欧洲解读这个马犬，你要知道啊。IPO 的大本营是哪儿？是德国。但是从80年代开始，马犬就跟德牧抗衡。到了90年代，已经超越那个德牧的比赛数量。甚至早那会儿，我们知道这个法国瑞士从六几年开始比赛啊，到现在参加那个法国瑞士比赛的德牧数量仅是马犬的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。那么。回归到这个问题上来说啊，想要繁殖出性能非常优异的这个工作犬，或者说一个工作犬种异军突起，必须得有血统爆炸狗，得有这种王大狗，卡图士这种王大狗的出现，不然的话是白搭。那你又说能不能达到军警犬功能的极限呢？这个东西你很难说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你只能这么说。最优秀的嗅觉是什么狗？寻血。你包括现在很多，你美国那种各种浣熊犬，全是寻血的后代。嗅觉最好的是寻血，它有多么牛逼的事迹，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啊。然后说一下这个寻血，在前几年，国内很多玩训犬的尝试着训练它们，那都是一塌糊涂。但是近几年，它们已经能用于实战了。就嗅觉这一块而言，寻血是高度，任何狗比不了。单纯就是嗅觉而言啊，
史宾格，我个人认为都要比马犬东德都要好。你要知道，简雄的嗅觉猎犬出去是什么样，那个头是一直在地下嗅，这样就跟脖梗的出问题似的，是一直在地下嗅。而且史宾格的个头要矮，是吧？更利于接触到地面，也更容易保存体力。这样啊，就嗅觉而言，史宾格，马犬跟东德都比不了。就近身互吻能力，也就是咬合力而言啊，罗威纳是第一，马犬跟东德永远比不了罗威纳。人家大嘴巴这么粗，是吧？你比不了。就耐力而言，我个人认为啊，马犬跟东德还是不如昆明，尤其是在高原应用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文无忌一，武无忌二，这个东西没有极限，只有在不断的超越。就像我一个又一个不断在进步的一个警犬克奇也是那样。现在国外据我所知，他们应该前几年就有了，已经就是训练到什么水下这个搜救犬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这个人从哪地方落，叫船叫到水中，他们都可以嗅到味儿。你都知道，追踪当中遇到水，这是对于狗来说，这就没办法了。但是现在已经到达这么一个程度了，而且还有就是，你把这枪扔河里去，子弹扔河里去，狗都能在船上啊，不是在岸上，在船上狗都能给定好味儿。现在你看这已经都达到这种极限了。虽然还没大批量的用到这种程度，但是已经开始突破了。这也就是说，军警犬的极限在哪里？永远没有，只有在不断的前进，不断的有极限。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念啊。所以说是马犬也好，东德也好，都达不到极限，他们也可能是会在不断的超越。当然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犬种会出现这种王卡图式这样的王炸狗，是吧？让更多的犬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服务，是吧？那行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我的观点能给这位哥们儿解答这么一个问题。